韦伯哥，小鬼，你们可以去彩排了。走啊。等我一下，我再去房间叫你啊。那我们先去排练厅。我觉得开头要先跳舞吧。啊，要跳舞啊。嗯。好啊。Just keep it real。 然后中间我们想设计有一段就是一个升 key， 然后这个升 key 的点呢就是中间突然停下来，然后我唱 You wanna say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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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， 然后潘帅说不对不对不对，是这样 You wanna say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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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， 对，但这个是再高哦。再高我是唱得到吗？再高时候是什么低？你觉得那个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两个人的挺有意思的。You wanna say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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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。可以开头先跳，因为他们以为我们会直接唱嘛，就是我们先跳。可以啊，好。如果我们比较像男女那样的话，就是男生男生他是。You wanna say la la la。 好，太快太快，等一下，慢点。他是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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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难啊，好难啊。为什么？很久练起来了。OK， 慢慢，等一下，一个一个来，OK， 走，首先第一个。